给爷俩买了两杯饮品。猜到是啥了吗？踹腿上就踹腿。我是我想吃。谢谢。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边的夜市儿，这是步行街夜市儿。现在摊儿还没出来的很全呢。上前面那个沪上阿姨，我们全喝过那个奶茶了，但是呢，大橙子没喝过，俏俏我不记得他喝没喝过，我就点了两杯让他俩都尝尝。主要是我们出来的时间有限，很少能有这样的时间出来逛街喝这样的奶茶。酱小炸的小臭豆腐，酱小炸的。想吃臭豆腐？对，然后让他不要加任何辣，我能吃那个没味儿的。行，一会儿的啊。别打仗啊。怎么样？这龙井茶也太香了，这一天这洋气。你喝不喝？不喝，你俩喝吧。你知道我最喜欢的生活状态是啥样的吗？就是咱们一家三口每次出来逛逛街，吃点小吃啊，喝个奶茶呀、啊，就挺好的了。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就特别想要这种生活，但那个时候有点难。你经常刷子就会出来，你们发现没？大橙子白头发越来越多了。他说他现在出去谁见他都管他叫哥。那你进去走，咱俩去买臭豆腐。你先点一个米粉吧。给他点了一碗肉沫的，然后他吃的是肥肠的。那屋的那个炸串还没好呢，你给我过去取。来吧姑娘，不加葱花香菜的，纯肉沫的。但是这里边这不是有酸菜吗？我就想静静的看着你怎么崩身上啊！你怎么这样？坏心！啊，过来看串好不好？我那个串好了吗？好，谢谢。哎，还有，谢谢。一个臭豆腐，两个石蛋串，好了。我吃这个吧，行吧，我吃口这个吧。这就叫节省。他在这吃臭豆腐，然后说这个有点吃不了，我帮他吃点，多亏没点两碗。经过俺们娘俩的努力，吃完了。俺俩吃完了，然后我问你姑娘吃没吃饱，还吃啥吗？她说出来再看看。把衣服穿冷了，感冒了，风大吧？嗯，晚上冷了。上水的，你上，你上。这气人，看看牛大秧，他说我老年化了。那个有没有要他的？把地址甩给我，我给你们包邮过去。太烦人了。别争了，快走了。回家买吧。啊？咋的了？他没有他想吃的，他说。没有想吃的没招了。你记住了啊！我拿这个视频记录一下。等我老了之后，我就坑我姑娘，我让她天天坑我。买彩票。那给他都给他给他五块钱，他买彩票，你去，走，拿五块钱。哎呀，五块钱彩票去买吧。我留着他，走。咋的？他说他留着了，不买了。啥时候说我刮彩票了呀？啊？这孩子。给钱给我，你不买彩票？被套路了吧？刚才就跟我说从来没刮过彩票，钱给我呀！彩票没买，五块钱还给我。美好的一天结束，回家觉觉了。